好，那在赛前呢，介绍完相关的活动之后呢，今天呢，现场一样在我们的主场的开场呢，还是要邀请到的是一样在我们每一次的主题舞蹈都非常的用心准备。那当然，今天呢，他们也要完美的呈现他们精彩的开场舞蹈表演。所以各位呢，就用你最热情的掌声鼓励，欢迎我们的 Passion Sister， 拜喽拜喽。Ba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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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 na,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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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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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,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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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 na,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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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 na na,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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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 na, tokari no potato rika ni maru manika no chika, na na tokari no potato rika ni maru manika no chika,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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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 na.再次的感谢我们的Passion Sister，谢谢。好，谢谢Passion Sister，还有我们的小翔艾比呢，也非常的用心呢，跟着我们Passion Sister一起进行了我们的开场舞蹈表演，再次给他们热情的掌声鼓励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endy， 请大家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T 频道，还有锁定我们的 Podcast《兄弟你来说》。